古人说呢，磨墨如病夫，啊，就是磨墨的时候，好像是生病的人，要按得重，推得远，啊，磨得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磨得快了以后，就会产生泡沫，有了泡沫，这个墨呢，我们叫热墨，啊，热墨呢，就很难用了。你能掂啲冷冰冇埋死啊！入收晒咗。哦，收咗你份入來，收埋一袋。事在人為嘅啫嘛。寫多啲啦。哦，你攞嗰個鐘，但我哋都係唔得嘅。印度带柔，像这个空穴，我们画藤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呢先把这个藤呢先描上去，那这个藤再过去就相互顾盼着。那么细的藤呢，要画得浓一点。要画得生动一点，活泼一点。